实在就是 SUM。这台是2016年 Subaru XV2000cc， 那汽车网售价是658,000。那首先带大家看一下这台车的外观。那这台车它是搭载的 LED 的日行灯，那它前面的话还有雾灯。那这台车的话有通过我们的 ES 认证，那这台车是全车原版件。那看完车体的外观之后，我们先来看一下引擎室的部分。那接下来看一下引擎室的部分。那刚才有说到这台车有通过我们的 ES 认证，那我们来看一下认证标签在这里。那再来看一下这台车的原车的锁点哦，那因为它全车是原版件，那它锁点都是正常的，没有拆卸的痕迹。那在车辆引擎的部分，车商老板都已经做过一个非常干净的整理，看整个引擎室都非常的干净，大家可以不用担心。那看完引擎室的部分，再来看一下车内。那在内装的部分，这台车它也是一键启动。那这部分带大家来看它的里程数，那它的里程数的话是89,116公里。那这台车它在方向盘的话，它是有一个多功能方向盘，那它还有换挡拨片。那它还是一个双区恒温的系统。那这台车比较特别的地方是，它还有一个叫做引擎启闭系统。那引擎启闭系统的时候，就是怠速熄火的东西部分。那这台就是我们2016年 Subaru XV2000cc， 我们汽车网售价是658,000。如果喜欢的人，赶快到我们的永诚车业购车哦。实在就是 SUM。